还有一个是，就是说那个，有些时候呢，这个基因图可能时间比较长了，它可能受潮了，或者说变形了，之后呢，你在扫描的时候呢，那扫描仪质量不怎么好，会发生几何畸变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在做那个处理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几何纠正的过程，就这么意思。好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还有一个是那个基因图的话，一般是范围比较小一些，比如说1:5万的分幅的话，它的范围可能就是十公里这个范围，或者说那个15公里这个范围。所以你要做整个地区的话，可能要好几幅影像，好几幅地形图，把它拼成一块，作为一个应用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做那个拼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处理。那么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其他没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练习，就是扫描地形图的几何纠正。那么这个数据源在这里面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。其实这个比较简单一些，因为咱们那个地形图有个公立网，我们可以从公立网上可以读这个数据。好，同样也是一样，咱们先打开这数据。那这里注意一下，咱们先打开那个波段列表。以前冲洗过啊，就是之前的那个文件都清空了，不管它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你直接可以 File Open Image File，可以打开文件。好，我们可以打开2号文件夹。二号文件夹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就 H49，这是一个1:5万的地形图。实际上这个地形图哈，就是他们说一下，实际上这是在国内属于保密级别的那个数据，不能引进外传，但是我已经外传了。好，不管它，我们打开，往这里 load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扫描地形图，地形图大家都应该都见过哈，它就是这么一个图，有外轮廓和内窟。那就内框啊，真的上面每个焦点上有经纬度信息，这个12、32度。那么这重点是公立网上有一个投影坐标，就像这19595后面3个0，就是 X 轴，Y 轴是3512，3个0，就是 Y 轴。我们都可以读它每公里格子的坐标系，是这意思。好，我们就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话，就没有坐标，是不是啊？你双击是没有坐标的。而且它可能会发生几何畸变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纠正。那么纠正的话，简单化就是选空点了。选空点就比较简单，因为它有个公立网啊。公立网的话，你只要上面就选公立网，选点就行了，选几个点就可以完成这个纠正的过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就做这个事情？大家都打开了吗？这个？好，那个没打开可以说一下，别那个不好意思，别跟不上。好，那个咱们选择 map，一样 map 啊。实际上，这个 map 在很多我们在做几何一处理，都是在 map 这个材料里面去选。好，我们选第一个，就是你看这个单词，就是上我们看的单词，就 page 几何 page 就几何纠正。那么完了之后，下面很多的菜单，你看这个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好理解啊，后面两个就是利用文件来纠正，那么前面两个就是需要选空点，所以这里呢我们没有文件选空点。好，我们选的话，你看有两种，一是 image to image，就是影像对影像。那这里呢，咱们就是没有影像啊，咱们应该选的是 image to map，就是人工输入点信息，就是 image to map 这种方式。那么第一种就是几何配置，那么第二种就是几何纠正，就是选空点方式。点开，好，那么上面就 map，再过一遍哈，就 map 选第一个，完了之后呢，选择的是那个 image to map 这种方式来做几何纠正这么一个过程。你把它点开，咱们一块儿把它点开。好，那个点开之后呢，这里咱们选择的是坐标系，坐标系用的是咱们刚才定义的，就是北经五四六 degree 111。那么这里呢，为什么是6度的呀？就国家有规定，就是5万以下的都用6度的，2.5万以下的都是3度的，就这意思。好，简单说一下。好，就选这个。那么选这个之后呢，那么你看一下这个线大小，它是3米是。比较超啊，不应该3米的，因为它是1:5万的话，至少应该是25米以内。那经我们测试的话，是5米是比效果比较好的，就5米，它效应大小是5米这个范围。好，那么直接点 OK，这能跟上吗？好，OK，那最后呢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就下一步就是选空点了，这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工作，就这么一个菜单，就是叫空点选择菜单。实际上，我们也讲到了，所谓的空点，实际上就是图上，比如说像这个，
成功利用这个工具啊，你看这个第一步先定位一下这个点，你看这个十字丝定位到这个十字公里网交叉一个公里网这个范围内，就大概你可以放大一些，如果有些人可能追求完美，直接放很大，真的在十字丝放中间，这个态度是对的，就应该引颈嘛，就是好，这样可以过这个点。那么像我说啊，这空中点的意义就是图上带纠正这个影像这个点，那么对应的坐标，对应的坐标值，那么就是这个 E 是什么呢？就是东经，就是 X 轴，这个 N 是 Y 轴，就这意思。这个标的有点问题啊，应该是正常应该是 X Y 就行了，但他不要就这样标的，就是 E 是就东边 E A S E 就是东边的简写，就是东经，这个 N 是北纬，就是 Y， 这是 X 轴的 Y。好，这两个值为什么说定音图好纠正呢？因为它定音图可以读坐标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咱们可以第一个就是这个点定位第一公里网格子，就是你看这个19595，那么 X 是不是19595啊？大家别忘了三个零，因为它是公里，一二三。好，那个 Y 轴是354200，354212。好，是不是这个点，哎，咱们就搞定了？就是这个点，你选图上这个点，那么之后呢，这个点的坐标，咱们也从图上获得到了，这第一点就好了。那之后呢，再按点 point， 添加这个点。好，第一点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啊，就 should list， 就你看打个坐标点的列表，可以看一下。X 轴 map x map y image x image y 是这个意思啊。当然可能有些说你这个 map x 是不是读星号，主要没办法，咱们加代号了啊。这个加完代号之后呢，是八位的数值，那八位的话永远超过了这个整形，就十二比特的这个范围，所以它就是显示不出来，用星号代替。那没关系，你就点一下它能显示出来，这没问题。好，可以把它关掉。就我们第一点是不是选好了？好，咱们继续选后面的点。选后面的点的话，注意一下，咱们纠正定音图的话，有个小规律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假如你这个影像，你这个定音图，你认为就是非常平整，扫描时候放的非常平整，那么也没受潮，保护非常好，你认为它几何畸变很小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四个点就够了，就是四个角上选四个点就行了，这种方法。咱比较保险的方法哈，一般都是选九个点，更有些比较那个要求比较高的话，只要选那个多个点呢，一般是12×12，就144个点，就更比较可怕哈。就是隔个网选个点，隔个网选个点，这比较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方式。但一般要求不会这么高，因为它咱们那个扫描仪质量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咱们可以直接选九点就行了。就是3×3，就是3横3长3列，就这意思。比如说主摄像选个点，之后呢，你大概可以选中间一个地方，比如说06这个值，但最好是跟它同一条 Y 轴，这样的话咱们分布很均匀，注意一下。而且我们仅存工作量，比如说这个 Y 轴就是到中间的部分，就是06开始。那06是什么一个概念呢？就是06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实际上它06的话，但这里注意一下，有点小灵活了，就是你需要用下面那个这个拖的方式来做。06的话就是19600，就19606，因为 Y 轴 X 轴嘛，向右是增加了，就每一个格子增加一公里，就这意思。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找到这个06。这个范围06的话下面那一格子，那么这个 Y 轴是不变的，是不是啊？ Y 轴是不变的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可以选一个大概的地方，那么这里呢可以稍微缩小一些，但这个呢就是因为中间有个字，所以呢它那个可能是交叉点可能不是很明细，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个大概范围，因为这个是差一两个像素应该是问题不特别大。好，之后呢咱们选一下改一下，
这个 y 轴是不是不变啊 ？x 轴只要是要把那个19606改成606。好，按 point， 又增加一个点了，就完了。好，真的就是就别着急，一般是我们选点是前面三个点是比较困难的，后面当你选了三个点之后呢，它有预测功能，就好办多了，就好好弄了。好，真的第二点选好了，那么再选第三个点，也是一样，找最右上角，也是一样，右上角的话，你可以选个这个交叉的地方。那么同样也是 x 轴是在变的，那么 x 轴是变了多少呢？咱们也是一个看一下，应该是19617，就19617。好，那么19617，好，有些人可能要求比较高，你可以放大一些，这样的话咱们定位准一些。好，那个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添加，可能有时候他找不到这个框了，没关系，像我教的方法就是打开主菜单，就 Windows Find， 就把这个点开就行了，就按 Point 的啊，不对，还忘了，注意一下，你光找到的点，你还要改一下那个参数，就是应该是19617，这个还是不变，这个 x 轴是不变的 ，and point。好，咱们三个点出来了，就计算一个中误差，看到没有？有个 RMS 的中误差，就上午我们讲的那个方法，就是用这个开根号在平方相减这种方式。那么它的是0.12个像素，应该说还是挺准的。这个我们选点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咱们可以预测了。预测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怎么预测？你可以试一下啊。因为咱们选的是3×3的，咱们可以看一下。3×3怎么概念呢？就是你看看一下这边，在中间大概是找个位置。中间的话，你看一下就是，咱们选的是这个地方。选了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么中间的话，你可以算，其实你可以推算一下。比如说像这个是3×3。3×3的话，咱们那个看一下3×3是哪个3×3哈？355就是 y 轴是递减的关系。就35 3×3，就35 3×3，就是说那个刚才那个 x 轴是不变的，也是19617，那么35 3×3就改为3×3。3×3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预测以前嘛，有这个预测。右边是不是有预测功能啊？亮了，以前是灰的，你点一下，35 3×3，那我那错了，这个这个预测还不对呀，我看见哪里错了，35 3×3，我这是35 3×3，35 2×5，35 3×3 00，那么这是16，我看一下啊，19617，哎，对啊，没错，这个怪啊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啊，就是它一般它可以预测这个功能啊，现在这个不用看，我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来，之后呢，咱们直接可以把这个 end point， 好，加上去了，哎，这个误差很大，我看哪里出错了，大家有问题吗？哪就我的错了？Thank you.
我看一下啊，3932。3542没错，3533。我的车有问题，大家有问题吗？好，那个咱不管它，先做一下。就是说，那个总而言之，就是咱们可以选择，你看这三个点，总长在上中间选三个点对应，这样的话就一对应关系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那个工作量，你可以直接可以获取这个值。你看这个六，这第二点六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下来。我想这里可以选个点。选个点来做，那这里呢，我这边可能我不知道哪样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一车不出来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就是咱们也提供了这个就是示意数据，咱们先等我给时间大家去再去选一下，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都删掉，就 delete， 删掉之后呢，就可能有些人觉得可惜啊，这个刚才选了半天把它删掉，咱们可以直接 restore， 就是把我之前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文件把它加上去。就是选择 file 之后呢，你看一下有个这个 gcp.pts 这个文件，把它加上去。好，完之后呢，你看一下，就是之前我选择的就是这么一些点，总共有九个点。就之前我选了九个点，那之后呢，你看一下，整个九个点，它误差是0.35个像素，基本上应该说还是挺高的，就是基本上能达到，咱们那个要求。好，这是说的我们那个最后的一个结果。那之后呢，咱们就假如说我们选了这么九个点，之后呢，咱们就是直接可以输出结果了。就我们九个空点，我大家有没有？等会会给时间大家去那个练习选啊，咱们可以走整个流程。好，那个假如说我们选了这个九个点之后呢，咱们可以选择 Option， 之后呢，你看一下有个 Web File， 就是纠正文件，就可以直接可以纠正了。好，我可以直接可以纠正，就是你可以选择第一，就是 Options 下面第二个菜单。好，这一步的话也是一样，它会让你选择你的纠正文件。哎，咱们就选择的是咱们那个 RP 那个就是 DN 图的 TIFF 那个文件。好，这一步你看一下，它就是有个 Special Subset， 就之前我们说过的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子集，那么或者说有个 Special Subset， 就可以选择光谱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这是有三个波段。你这个结果你只想输出一个波段，你可以选一个波段，就这个意思。就你这个输出结果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那个可选择的可以选择多少个波段，那么以及多少个就是多大范围。好，真的直接点 OK。 好，到这个界面，那么这个界面的话应该是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就是之前我们就是在做那个 ASR 这个纠正的时候呢，有这个界面曾经出现过这个界面。那么这个的话也是一样，选择这个投影参数。那么刚刚我们选的是北京54的投影参数。那么之后呢，在下面有个相应大小规定，就是5米，然后你可以改一下哈，就是改别忘了，就是回车一下。但一般我建议大家就别改了，就直接用个5米就行了。好，完之后右边就是因为这次点不是很多，才九个点，如果你可以试一下，你选择局部双向网的话，可能效果会很差，当时也不建议大家用，你直接选一个独端式。那么可以选择两次精度会高一些。那么再往上的话你先不动了，因为它那个得超过九个点才能选两次，就选三次之类的。好，那个完之后呢，在这一边就是重采样方法，就前面我们说到有这么三个类方法，就这么三个类型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经过测试，低音图的话还是建议用那个最临近，效果比较好一些，因为最临近的话它能保持它的原始的消延值，这样的话你信息丢失的比较少一些。好，这是这一个。那么还有一个是输出结果，那么结果的话怎么也是一样，就是咱们可以选择一个目录可以输出。那这个目录的话最好是原则上讲的话，你最好是那个
咱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这有它名称跟咱们那个哦看不到了，跟咱们那个名称是对应关系，这样的话比较合理一些。比如说这是 H 四九那个 E 零零幺零幺，那么这个点纠正点 image 之类的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步哈，就是直接点打开。好，这样你直接点 OK， 那么它可以做这个过程，你直接纠正。那这样的话，它会很快，因为它这个数量不大，挺小的，就是很快给你做完了。好，这样做结果是这样的。结果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结果都比较有意思，就是说它的波段名称，它基本代表你的处理过程。你像这个是经过九九等级 Web WARP， 有这么个字样。就是标示出它这已经经过结构纠正的就是更多种这种方式。好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有 map info 信息，看看是不是有了。那这样我可以load， 可以看它的结果。好，不对，其实应该是新建一个 new 的啊，新建一个 load。 那么咱们还是把之前的这个好，那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要做的结果，这要做的结果。那结果的话，你看有什么大区别呢？就是你可以双击，可以看一下它有坐标了。那坐标的话，可以验证一下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你看找到这个交叉点的地方，我这个合成不太对哈，因为合成是。这个 RGB 好，这个比较合，颜色比较正一些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啊，像这个98，这个你可以放上面去对应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picture 就是这个值把它打开，那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它值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挺准的。你看这个是98，这是1959，那个哦不对，就是989800，就是刚好是差个两米左右。两米左右的话，就是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就两米的话是刚好是一个像素以内，因为这个是像素大小是五米的，就是差个两米左右。那外置的话是354.1599，就差个0.3米。你看一下，0.3米的话，这应该是42，就是差个0.3米。因为说还是就是这个空间选的话，和这个的结果还是挺准确的。就这么一个过程，就是利用这种选九个空点，我们可以帮它整个就是地形图的一个纠正这么一个过程。那以此类推，你有很多地形图的话，你就以此这个方法来依次给你做，把整个就是所有的东西给就是地形图给修好。好，这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地形图的纠正这么一个过程。好，那个可能里面唱了出一些